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我那没连那个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。真的算打 pairs 啊？你的发音好准，我研究了半天。T 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大哥，你会打 DDD 吗？那得看是谁的，要是你的就会打，真的是你就不行。我不会玩这种角色，我只能玩一些体术型角色。不过自从少帅逼的北京排名前几的 Joker 不敢再用 Joker 之后，想不到他在 DDD 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啊、哦，这个球，那、哦、这个球预判的挺好的，其实。看这一下，这下打中，刚才他就没了。哦，你觉得川普少年呢？川普少年厉害吗？哎呀，哦，哎，我正要说我看好 DDD， 这个光速打脸。川普少年那个兵我一直不太理解，你会对他那个他那个兵吗？我觉得他兵很奇怪的。如果不能拿武器顶着的话，我觉得很难躲。这就是咱们两个解说的一大缺点，对，没有答案。你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你说我怎么回答、哦？咱们两个在这里探讨吗？对，然后咱们两个都不知道答案。对，你还不如把小狐狸找来，还可以卖萌。不，小狐狸知道答案，小狐狸是吗？知道的比我多，好不好？关注比赛，关注比赛。哦，这个火吃。不扔了，他应该知道他会吃，所以他不想扔了。哎，这个铁球好像是，只要打到2%以上的伤害，铁球就会反弹回来。对，非常轻。失误。刚才还想说，川普少年拿到了。说明咱们两个不适合做预判。我刚才想说，刚想说张德森优势，然后他就下去了。哎呦，这个还好张德森防住了，不然自己肯定飞了那一下。弹回去的铁球伤害其实挺大的。他那个蛇有你的锁链长吗？你觉得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锁链加长以后其实还是挺长的。难怪大哥这么强。到这里还要一会儿下去给我买杯酒去，可以随便黑我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可以，你要喝什么一会儿？好，关注比赛。哦，这个经典的 DDD 就是铁球手鞭，我总不会特别强，因为他可以抓到那个两针，我觉得总是。哦，好，来，我给帅提个意见，现在解说的摄像头已经是朝着选手了。所以你解说就解说，不用比手势，观众们看不到。我只是想给你让你看到就行了。我不想让大家看到。以前的解说是摄像头朝着。这是今天、这个连招可以。第一个挡住的铁球，作为一个有道具的人打了这么久，看能不能追上。飞。恭喜江大神拿下第一局。所以我一开始就取得了预判，刚才是占优。刚才只是卢卡斯失误了一次，不然的话其实打得还可以。开始第二局，看第二局他们选择了什么地图吧。PS2 大家都挺喜欢这张图的，反正我是挺喜欢的。这场我继续看好 Jonathan， 因为透过摄像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Jonathan 没有戴口罩，呼吸比较通畅，这个能让自己的体力取得一定的优势。刚才也许就是这一小点差距让 Jonathan 取得了胜利，对吧？对，体育运动员的比赛中的这个呼吸通畅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就奶一下卢卡斯得了。奶一下，好吧。正要说你要奶一下奶斯，好吧，这不是奶斯，不是奶斯，这是卢卡斯。卢卡斯跟奶斯其实区别还挺……哎呦，戴不戴帽子？奶斯是棒球棍，卢卡斯是小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。哦，漂亮。
看到了吧，呼吸通畅又一次决定了比赛。这主要呼吸通畅的原因主要归功于他们国家对疫情的防控。我操，你是党员吗？在这种时候还能翻出这个？你猜啊。我看你一脸阴险，很像党员，不像个善良的。哎，你不能说这种话啊！一会儿这段切了，这段切了。哎，这个哦，这个，这算广义的手边了。铁球抓边，太强了。哎，打了一点。哎、好，这个雷打中了，但是其实。只是直蹭了一点伤害，作用不大。雷打中非常弱的角色，这下我刚才觉得不错。然后在地面非常比较强的打一下，就是蹭点血而已。比较耐心的，好、啊、漂亮！这个空后一脚踢中。刚才继续取得小优。哎呦，不行，这个名字我一念就想笑，这怎么办？哎，这啊哦，可以，不过应该能回来，能回来。再守一轮。刚才张德森跟 CZ 打没有怎么发挥手边优势，这次用的是比较……哎，为什么不防御？问错了吗？看这个了，能哦，漂亮！这个上臂打的真是比较精髓的，不然他下来肯定要死，不死也是炮盾。但是还是百分比太高了，无力回天。这是呼吸的重要性。这个铁球，哎，哎呀，我觉得卢卡斯是中铁球中太多了，被铁球砸懵了。这个铁球真的想躲过去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防御吗？你有大哥有什么对策铁球的好办法？道具扔出去啊！哎，一个炸弹难道没有2%的伤害吗？啊，那倒是。哎，漂亮，这个冰住了，看能不能拦到回场。哎，没拦到。刚才如果拦到了的话，就还有一打。现在卡比家族已经70了，对面还有两条命。他总想打这个，这一下，哎，哇塞，差一点。张思森已经在关注比赛的观赏性，而不是比赛的胜负。他更加充分。对，他一直想用那个下臂击杀这个卢卡斯。但是好像那个下臂用来杀人好像确实有点难中。哦，彩头漂亮，耐心一点上。嗯，好吧，这也算是还有机会，还有再不要被砸中。哎呀，差一点。铁球的持续真的太长了。哦，可以，一出美好的预判，解说累了，希望比赛迅速结束。再奶张德森一口。哎，挡住了。最后一下。后投了。但是后投没有击杀。最后一下，不要被铁球砸中。哦，没了。好吧，恭喜张德森拿下2-0。